该设备由于排放设计为主定式，排放全部采用加工中心一次装甲定位完成五面全加工，保证了排放的高精度。打滚采用优质402合金钢 material of roller 加工后全部经过热处理，提高了轧滚机材的硬度。经加工后表面重新热处理，轧滚全部采用束缚加工中心一次加工成型，专用镜面膜床加工轧滚表面，提高表面光洁度，能一次完成放料导向镜料滚压成型并成阶段的生产过程。This machine can finish the whole production of uncoiling, feeding with guide, roll forming, and cutting two lengths at one time.